这是 RCS 的部分哈，我们这次一样有搭载一个叫 AI Face 脸部解锁哈，屏幕点亮，装上你的脸，它就可以直接做解锁了，0.08秒内就可以完成脸部解锁，非常方便跟快速。我们一样有保留指纹解锁的一个功能。那再来这一次就是我们的镜头的部分，我们也有做一个非常大的提升。后镜头的话，它这次两颗镜头都是双主镜头，都是 1.7 的大光圈，而且一颗是2000万，一个是1600万，分别负责白天跟晚上的一个拍摄。前镜头的话，它这次一样搭载是2000万画素的一个前镜头。那提升的地方就在我们内部的一个美颜，大家可以看到一下，它的机身一样是 5.5 寸的机身哦。那萤幕的话，它这次是塞下 6.01 寸 18:9 的大萤幕，那它的解析度是 4HD+， 跟以往都有一个很大的提升。以上就是帮大家介绍这一次 R11S 的部分哦。好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